那么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紫色的游行队伍，是我们的东大哦，国立台东大学内在性别平等读书会，欢迎你们！还有集合出版社、中正大学的库斯拉社，然后厕所不分男女，社会不分异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走上街头，告诉他们，同志也是人，跟你们一样是一般人。我们也可以在很多反核、反服贸的场合里面看到同志朋友的现身，这些东西对同志运动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希望大学生可以一起为同志权益继续努力。我们的多元教育呢，就是要从幼儿开始做起，所以他们今天也带了很可爱的小朋友一起来跟我们游行哦，欢迎你们。好，接下来是我们的 Fuck Bomb 性别爆破小组。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重视不同同志族群有不同的需求。接下来我们欢迎的是熊学会。哇，他带来的下面的感觉猛。我们要争取每一天都可以做自己，所以我们大家一起走上街头，把我们的诉求说出来吧。如果走在路上有遇到路人跟你打招呼，也不要吝啬跟他们打招呼，告诉他们说：“嘿，我是同志，我在这里，我有我在意的事情，我有我重视的权益。”希望大家可以不断地跟同志朋友有一些对话，这也就是每一次为什么我们都要创造在地的同志游行的主要原因哦。欢迎大家一起来走同志游行，没有你们的话，没有办法有今天这样子的声势。每一个人走在同志游行的队伍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都是伟大的，都是值得骄傲的。同志情感作为情感的一个部分，它不应该是被分阶段的。所以我们站出来最主要是想要去跟政府去提到，是说同志教育它不应该被受限在某一个阶段才可以同志教育，它应该是很自然的，在零岁，在幼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它就是应该被自然的呈现。所以我们打的诉求是同志教育从零岁开始，从胎教开始，而且它是不分阶段的。那我们也觉得唯有站出来才能让政府看到，是说其实我们不认为同志教育是需要被用一个政策只能列入在国中以上的讲纲，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在很多的幼教团体里面，比较少会有幼教团体去参加，是因为我们都还是担心同志是一个还是一个不正常，我们对于同志还是不认同，所以我们才去受限，觉得在幼教去跟孩子谈同志其实是一个问题。但事实上它其实就是一个情欲的存在，一个情感的存在，所以它从幼儿开始，你就可以跟孩子去谈什么叫做男男的情感，女女的情感，永远不是只有公主只能爱王子，王子能爱公主，而是王子可以爱王子，公主也可以爱公主。希望我们可以运用我们公民的力量，我们去检视我们的市政府，我们的政府对于人民的承诺，我们也可以去监督他们这样的承诺是不是有真的落实在我们的平常的生活中。其实在这五年来，高雄市我们一直在支持同志运动，我们也成为整个南台湾我们唯一有办同志游行的一个的城市。
但是我也一直在提一件事情，我也跟我好几个好朋友也在我们性别所里面也在跟老师们在做一个讨论，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同志游行到最后只是秀艺，只是在这里展现我们自己而已。我们希望我们最重要的，我们要教育我们高雄市的市民，我们让更多的市民知道，其实我们要争取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要争取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更要争取我们的多元成家，我们更有多元、更多、更多的需要跟需求，跟我们应该要拥有的人权，我们要彼此坚持。我一直认为，爱就是爱，没有道理，我们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所以严小金支持婚姻平权，我也支持多元成家。我希望我所热爱的高雄未来会是一个对同志最友善的城市。我具体承诺，希望严小金能够如实的在议会传达所有同志朋友们的心声。感谢你们，谢谢。我的本名叫梁逸志啦，那我每年呢都会站在这个游行舞台上，用不同的身份。在2010年高雄第一届同志游行的时候，我带着男人窝的西游剧的演员们，那我扮了唐三藏走了游行，把我们的同志的诉求交给陈菊市长。那在2011年，我担任高雄同志游行第二届的总召，当时的副市长上台允诺说会用高雄地方自治条例来保障高雄同志的权益。那在去年副市长也有上台哦，他说允诺要增设性别自由的厕所，可是到现在还在研议。我问大家，高雄市政府做的够不够？不够，不够。好，那我其实中央法没有禁止地方自治条例增设对同志友善的政策，所以真的希望市府还有各议员要努力，要扛起责任，让高雄的同志活得更友善。那今年我用绿党同志候选人的名义来参选高雄市三民区市议员的选举哦。那我的政见里面有提到保障伴侣权益、增设性别自由厕所，还有落实性别平等教育，而这些性别平等的政见都是绿党每个候选人的共同政见。所以我们呼吁各个政党，不管是民进党、国民党或是其他的政党，应该都要有性别自由或是性别友善的共同政见。大家说对不对？对，不管每个政党都要有性别友善的政见。好，那我希望市府议员要尽责任，不要再继续推拖拉，你们说对不对？对。不过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联署书哦，想要请就是接未来的市议员候选人来做我们对市政府做一个监督。那这个联署书是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呢，同志的很多的政策其实只有单一局处在负责，也就是只有高雄市政府，也只有民政局每年会拨出预算针对同志的教育、同志活动的推广。可是我们也知道，同志的生活并不是局限于民政局一个，同志的生活也包含了医疗，也包含了婚姻，也包含了伴侣，也包含了居住。所以我们认为一个同志的政策应该要跨局处的成立，而不是我们只编列一笔微薄的预算，也许60万，也许30万，在一个局处里面。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一次的同志大游行呢，我们可以请市议员候选人们为我们做一个承诺，承诺他们会成立一个同志业务的单一窗口，而这个单一窗口是跨局处而成立的，是横越民政局或横越社会局，而是在一个高层次的方式，用一个全面的方式去为这样子的事情做一个联署。目前雄学会正在努力的两个主轴，第一个是多元成家的推广，第二是 HIV 关怀的议题。那雄学会从一年前开始密集的与伴侣盟接触，参与了几场由伴侣盟主办的活动，从去年的97凯道办桌、1130婚姻平权排字活动，以及今年的316全民接吻活动等等。而学会自身也举办了一些讲座，像是在巴黎邀请了伴侣盟的律师来跟大家聊聊天，然后的多元成家法案的讲座，然后也跟同光教会合作，和大家聊聊同志基督徒以及圣经对同性恋的解释等等的活动。那我们自己也在淡水、红楼、芙蓉等海滩等地展开了几场街头联署的活动。那这些是雄学会在多元成家方面努力的事情。而在雄学会刚起步的 HIV 关怀议题，我们不定期的关访关爱之家，带着关爱之家的小朋友们出游，带他们去学习制作面包、披萨、采草莓等等，也请关爱之家的老师们和雄学会们
聊聊关于 HIV 的知识，以及一般人对 HIV 的偏见、误解与歧视。过去一年当中，当我们社团开始为同志社群做一些小事的时候，也渐渐吸引到一些热血的朋友。这当中有律师、有老师、有公车司机，还有其他的弱势团体，或是其他的弱势阶层。这当中包含身障者，例如那个有瘟神哥带领的长度儿，可以跟我们大家招招手吗？嗨。其实我从瘟神哥当中渐渐学习到说如何跟一个身障者去相处。其实身障者的定义不是只有肢障或者是身体的残缺，这当中包含了行动不方便的老人以及孕妇，所以其实大家对身障者要有更多的同理心跟关怀。然后熊学会与长裤儿呢也正在计划一些事，我们相信在彼此的相扶相济下，团结会有更新的契机。熊学会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同育团体，熊学会也不是一个只有熊或是只有同志的社团，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的热血常常能感动到周遭的人。我们引以为傲的是就算我们不专业，我们仍然愿意付出同舟共济的去努力。我们期盼看到更多同志团体，不论大小的，愿意走上街头为自己发声。歧视已是事实，争权就是义务，争权就是义务。无限期支持多元成家，无限期支持多元成家。同婚不是特权，同婚不是特权。立法不需特别，立法不需特别。一同作伴好轻松，一同作伴好轻松。多元成家有幸福，多元成家有幸福。爱没有界限，爱没有界限。家没有样板，家没有样板。很谢谢大家，谢谢。